红烧的羊腿，家人们啊。哎呀妈！全是筋呢，这咋全是胶原蛋白呀，家人们啊！家人们啊，这款腊八蒜啊，你们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就行了。这一位只有小黄车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品质非常好啊。9.9发三袋，一袋是半斤的，家人们啊。这个腊八蒜啊，品质怎么都是这种的啊，嘎嘎的，非常好吃，翠绿翠绿的，颜色也好，也不辣啊。这回小黄车是去拍去吧，9.9发三袋啊，一袋是半斤。哎呀妈！它不辣，非常好吃，这玩意解腻。真香啊！哇！羊头。